今天我们要来那个试吃那个朋友介绍的新产品，然后它是那个草根香原地出的，有坚果素香松，然后盐烧腰果，然后综合三色果干，然后综合坚果跟盐烧杏仁果。然后今天这五个口味呢，我就商请了我的那个两位试吃团队来介绍。那我们要先从杏仁果开始好了。那个大家常说吃坚果有益健康的那个品牌，然后刚好有出综合版，所以我们就把它带来。对对对对对。哦，看起来蛮大颗的，可以请那个美丽的试吃小姐。哎，对，真的很大颗哎。这个比较脆，会不会是跟包装有关系？这个脆很多。哎，我有听到你们烤烤的声音呢。比较脆香，比较有味道，比较重。哦，它会不会是因为有调味？没有盐啊。这个没有加，是有咸味。哦，你是说那个草根香有咸味，然后这个是一点点，淡淡的味道就是，对，没有很多。所以单吃不会觉得太咸哦。不会，如果重口味应该吃不出来它有盐。接下来试吃的是综合坚果，有很大的黑豆。绿色的葡萄干的腰果，然后有蔓越莓，还有椰枣，你看颜色不太一样，但是也是很大颗，还有盐，它就是有糖，有糖吗？你觉得综合中，你还是要看综合？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跟旁边甜，哦，你跟果干放在一起，所以就变得比较甜了，对。这个是不会甜的，盐的味道不一样哎。这个这么重，哦，你是说如果单纯的盐杏仁果，它的咸味度这个重，哦，可是他说它有五香粉、酱油、辣椒粉，吃不太出来，有那种中药五香的感觉，会不会变成咸的吗？让干，像，你说黑豆就很像了，黑豆很像，它的葡萄干甜度比较高哎。它蛮甜的，比较甜，它的葡萄干比较甜。两位好冷静的那个试吃小姐，这个比较脆，看一下有几颗椰枣，只有两颗，真的。它的应该是原粒，它没有把籽拿出来。哦，它的椰枣比较不甜。打开来有。浓浓的果茶的味道，真的，我闻到很浓，对不对？很飘过来这，然后有那个大颗巨无霸葡萄干，哦，超大颗的，这个比刚刚那个综合的里面的蔓越莓更大，这个是蔓越莓干，这是葡萄干，这是樱桃干。你说你跟综合坚果吃起来完全不一样，是不是？这个酸很多。比较湿，就比较湿啊，这摸起来就感觉比较湿啊。这一层这个是比较湿的，罐的葡萄，但是它是比较有水分一点点的。对，这罐的葡萄也比综合坚果的葡萄酸。我感觉有酒味。我居然吃不出来它是樱桃哎。这个有什么？葡萄啊。那是。那刚刚那是樱桃。蛮大颗的，这个是比较接近原味哦。那酥脆好像差不多，你看颜色不一样。哎，这是杏仁果，没有啦，那一罐。对啦，这应该是烘焙方式不一样吧？对啊，这个颜色比较深。我有点忘记。然后这是刚刚的那一罐里面。哦，我记错了，它没有咸。就是这两罐的味道很像，很像，因为这个有五香粉的味道，然后这个没有，
很棒，我今天吃超过七颗。最后一个是比较不一样的，市面上也比较少，就是素香松，鲜果素香松的。鲜果。对啊，它松是而且是素的哦。对啊，是素的，所以就是还蛮少见。这个很适合包那个素食的那个润饼哦。哦，对。那素松很脆，反正坚果味没有。而且没有那个，有的素香中放久了会有那个油哦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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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但是它偏咸，干吃太多，就是要配东西，配点东西。这个盐烧杏仁果，只有杏仁果，纯杏仁果的，是不是？因为我喜欢有点咸咸的感觉。然后这个喜欢樱桃有酒味的感觉。就是比较就是香香的，跟一般的比较类似。这个应该是什么都有吧？对啊，这就是什么都吃了。对。那你最喜欢那个？你喜欢果干是不是？因为对啊，有樱桃很特别，而且它的蔓越莓其实是我喜欢的。对啊，虽然很酸。我觉得它那个感觉泡酒拿来做面包也不错，可是它不会像那个外面你买那个好事多不是卖大包吗？它那个都会粘在一起。哦，对，好事多的会粘在一起。它会几个一个粘在一起很难剥开，它的比较不会粘在一起。因为很大，而且它的是完整的一整颗，好事多的有切过。哦，对。它有的就是会比较扁掉、碎掉这样。我觉得这个还蛮特别，没有吃过的素香酥，外面没有吃到的味道。那感谢那个两位专业的试吃小姐，我们跟镜头拜拜吧。拜拜。